OK，来，我们再继续一下啊。所以这个是 process bagian b a a n g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 d e t 啦。Uh, end, 啊，bagian b OK，除了他负责去买这些产品啊，买一些物品啊，买货物啊，然后他也要门营办的大，都不干。哈，他讲 OK，我跟看看之前我跟佩恩买那个啥吗？ 所以、so, 我觉得佩恩的价钱不错，然后他产品又很好，所以呢，下一次我要跟佩恩买嘛。所以他佩恩的公司的资料呢，他就负责去记录下来咯。哎、啊，所以下一次我要买的时候，我就可以 copy 佩恩呐。啊，或者是我再去收集更多这个麦莎的这个 p a b ga，然后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下一次我才可以去做去做订购嘛。OK，然后 mamili mambo ga 要把，哎，老师他负责要去选哪一个哪一个供应商是最好的。然后 mambo mambo。 Perundingan 哦，perundingan contract dengan pembekal，他是负责去啊、呃，有这个讨价还价啦，讨价还价过后，我们要签一个 contract 嘛，可、okay, 以赶你讲这个啊，这个是多少八千，十八千，OK，一个十八千 discount 这些。然后，perdina sebagai peantaraan，peantara diantara pembekal dengan organisasi penyertaan，peantara 是什么意思？peantara 是啊，中间人呐。 他是中间人，哎，谁是不是谁是中间人呢？本报告跟公司一个中间人，因为他负责去联系本报告吗？所以，他代表的是这个本报告，就是本报告中间人。然后，mencari, m e n i l i dan mengembangkan s m b e r a h a bahan b a n 给什么是 s u b e r b a n bahan b a a n g 安呢？就是你的原料供应的资源。哎，原料。原料 供应的资源，资源，资源，说错了，资源，资吗？写啊，资，资源。OK，所以你要扩大你的这个。

Ah, uh, eh hubungan eh hubungan yang baik dengan dia pembekal. Nah, ni harus cipta, ni harus cipta ni. bahan atau barang yang dikehendaki oleh organisasi perniagaan pada harga yang paling baik. Okay, so you have make sure anda best price, macam. Like 也是最好的价钱的价格了。不要说你买的时候，哎，公司给的价钱更低，品质又更好，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做老板骂。哎，为什么不那个人买？为什么要跟这个买、啊？然后，memastikan pengurusan a t o s 然后你要你要做 report 的吗？你不是打算直接去买吧、啊？然后你要去 report 说，OK，这个供应商。 他给的这个价钱是多少？这个、quotation 是多少？然后我的 cost 是多少？哎，让他们知道，哎，们们们把 C 比下不然的话讲，我们这哎，为什么我买这东西都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要买贵了我也不知道，啊，哎，所你要做 report 啊，哎，这八件风险不连的。OK，阿德芳，这多个啦，我们讲到 R and D、不连、可观。 啊，这三个，OK，百 i 安，a 还有 ICD 四个，这个白个风险啊。OK，再来，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练习先，Before 我再继续。OK，第九，可以做第九。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可以看做对题啊，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OK，直接做做第十九啊，啊，九到十九，哇，你先你们先做九到十二线这个这这这这,这几题先，这一面先啊，我们再讨论，我们再做另外一面，一面一面的做，开了发出来啊、哦，看不到啊这里，九到十二线。 Merancang keperluan dana, membawa dana, mengelakkan dana. 好了吗？这三题。 Okey, kita lihat yang ke-9. Okey, ini adalah peranan pengurusan kewangan, merancang keperluan dana, memperoleh dana, dan mengawal penggunaan dana. Apa yang tersebut? Peranan pengurusan per kewangan. Pastikan, seperti kita buat perancangan, dan kita ingin mendapatkan dana, dan kita akan...

Fungsian kewangan dan peranan. Bicara kewangan, intinya saya rasa merancang, menyusun, dan mengawal sumber kewangan, C. Tiga. Okay, Eh, ini adalah bahagian fungsian kewangan satu staf kerja.

然后他也要去呃做评 analysis，OK，他要去 analyze 啊，我们的这个整个整一整天的这个财务的状况是怎样？所以这个人的工作是 per guy 科文案的工作来的，OK，他是 per guy 科文案，哎，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到的，没关系，我们先做这些，后后面有一些低调关于书本嘛，有些哎那个这个科文案的。 然后我去讲哈給我看一个东西 有一些东西啊，在你课本是没有的嘛，所以我们要做一些练习才可以知道，像什么什么 staff 啊，负责什么东西的。这样我，我我我我 check 一个东西一下，我看是在，我觉得好像是在。 嗯，后面才会讲到。嗯，有。啊，所以我们先，就先告诉你们先啊。然后第十二 ICD 的功能是什么？答案是 Donkey 可以让你的马路马啊，beginner，我们做我们 maximum 嘅我的 productivity。你讲到你一个啊，不是，为什么不是 A Accountant？Accountant 是负责做 account 的，像我们讲。 做那个啊、呃，报告财务报告的，做 a c c o u n t 的才是 accountant 的工作，check 这些 budget 啊，check 这整天的这个这个财务的这个状况啊，是这个不搞外科文案的工作，account 只是负责做 account 嘛了，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的那个功能的，知道吗？以为我以以为，之前我也是以为这样。 在这个财经部财政啊这个风险个方案里面的股的员工全部是 accountants，不是，哎不是每个都是 accountant，有的是 audit，啊有的是负责是啊就刚我讲的这个不改革方案的很多，我有的是 account。OK，接下来。 看时间啊，十三、十四、十五，先做十三、十四、十五，先这三题。十三、十四、十五。m e n g a w a o k 那应该是他的 m e n 的渴望 a 这一个在我们 n 大没有讲到，在另外一个呃、uh, notes 啊，我下个星期我再 upload 另外一份 notes，它有还会比较完整一点点，等我们再看回去那个下个星下个星期我再的那那份 notes 啊，那份 notes 里面有讲到这个，这 <coughs> 你们可以 try try 做一下啊，不按打扰。 ya macam tu dan Okay, 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三。OK，manaika tindakan pengurus kewangan yang berkaitan dengan mengawal kewangan p e n i a g a a n a 个是其中一个 peranan，g 有几个 peranan 啊？包括了 merancang, mengaje, 跟 mengawal 嘛，这三个主要的嘛。在 under mengawal 这个 kewangan perniagaan kita 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要确保他的 budget。 哎，每一个工每一个部门哦，他们所花费的是在他们的预算里面是其中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要啊，我就讲他们熬啊，我、就、只是要确保这个每一个部门呢，他们妥善的利用他们的 budget，然后第三个是他们也要确保这些部门所卡所得到的预算案哦的预算的 budget 哦不会。 被私吞掉，就是提到没拿了，干部拿款呀，呃啊，没拿了，但不代表干部拿款奔奔几百万，或者是奔几百万可万啊，或者是像有些人啊，他们偷用公司的白卷啊，偷用公司的钱啊，这个他们也要负责去 check 哦，哎、啊，去管管理了，所以当然是三个是同意。OK，四呢？ OK，pengantara teknologi m a l u m a dan komunikasi mana kata m m u d a k a k o m n i k a s i d a l a m a OK，在公司里面呢，有两两种 network。OK，一个叫 internet，一个叫 intranet。Internet 是什么明白啊，internet 就是我们外面所用的，像是我们的网站呢。Intranet 就是 komunikasi d a l n 我们会用到的。 当你使用这 Intranet 的时候啊，只有员工跟员工，就是你公司里面的员工，他们可以利用这个网网站，哎，Intranet，哎，这个网络，还是 Intranet 网络，来去进行内部的沟通，叫 Intranet。其他人不会 access 不到的，哎，只有以员工里面才可以 access 到的。也有是你些大公司做工作，他们有自己特别的这个 Intranet，哎，让你跟员工跟员工沟通。 所以这叫 c c m 个沟 i 的系，它拉嘛们叫 internet 啊。啦。停 <coughs>、okay, 一下啊，我要改一改这边的答案。他给我的答案是错的，你看到、啊、嗯、啊，所以你们如果你们买参考书，你要小心的话，你要看啊，他的答案有时是,是错的哈、啊 <coughs>。来，我们看另外第十五条，我放小点，因为它很长啊。 Okey, syu ha jamak. Salah satu tujuan bahagian fungsian teknologi maklumat dan komunikasi dalam perniagaan ialah memudahkan komunikasi luaran. Betul tak? Kita ICT, kira ni kongsi kan dong ni kan wai jie qi lian xi ma. Okey, ha jamak. Pernyataan manakah tepat bagi menerangkan tujuan tersebut? Okey, naik ke pernyataan sejang su zhe ge. ICT kira kongsi kan wai jie yu geng hao de lian xi. 可以让公司更容易拿到这个打打卡往往的财务的这个资料吗没有吗不是吗不是啊它可以什么朋友看到把门拉萨呢刚抓玻璃马拉路易达 yes 有时我们可以这个易达杠就所谓这、啊、on l i n e shopping ok 我们可以啊、呃、进行这个买卖透过这个 online shopping、哦、所以这 online shopping 这易达纲是学负 icd 啊啊它跟外界沟通吗、okay. 这个是第一个它的功能哦，另外一个，它不仅仅是我以完成，我就 e n g k a 兰 data pekerja，他可以，啊，啊，形成这个啊，这个什么，啊，或者它可以得到这个员工的资料，还是什么？没有吗？员工是你的，你的内部的吗？他不是如娃干的吗？所以答案是第四个咯，它可以让我们公司可以进行这个 process promosi，透过这一，e p e r OK，所以在这边有包括什么，像一大纲啦、E 百马撒兰啦，这一些都是 i c d 负责的。一波马撒就是负责去可以透过 online 的方一波马撒的意思是说，透过 online 的方式来去进行推销。这一波马撒包括像你在 Facebook 打广告，你在 YouTube 打广告，或者你在任何的平台打广告啊，叫做 E 百马撒兰。所以这两个工作啦，二跟四是不是 C？哇，有答案，对吗？对，有答案對的，对了。 啊，所以这个是 I C u 功能呢，对外 communication 嘛，可以透过这 p r o m o t、啊、i o 哎，他透过这 e 本 o m m e 他是不是跟你的 customer 沟通？OK，透过这一啊 online shopping 是不是跟你 customer 沟通联系？哎、okay,，这一打杠跟一本，o 所以这个要记起来，在我们这份 note 大里面没有，在另外一份 note 大有了，啊，这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看的一次，OK，done。Okay? Done? 好嘞，一个，不要先下课，大力。假说我们先做到这里先了哈，第十五题，然后剩下的我们再继续来另外一个白金锋线，下个星期再继续。哦，你们可以下课了，好，拜拜。